这两个老王，哪个是真的？高阳，你快松开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高阳，别听他的，我才是这条时间线的老王，他是五分钟后的老王，所以他才会脑袋痛，会记忆混乱。当时老王进去树洞不到两秒又立马出来了，还说智者在里面待了五分钟，所以一直跟着我们的是五分钟后的老王。而现在这个额头受伤的老王才是现在这个时间线上的老王。有什么区别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管他是现在的还是五分钟后的，我只需要一个就行了。那为什么不能是我？本来就是这条时间线上的，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老婆女儿还等我回家，他们也在等我。真难选呢，根本没法做取舍。混蛋，我才是真的。混蛋，你放屁！我没时间管你们真假，先带路，否则全杀了。行。到达顶部了，出口到底在哪儿？马上出现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与我脑子里闪烁着成千上万的画面，那些都是我在不同时间分支里自己的结局。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逃生，我很确定就是这里。出现了吗？糟了，高阳，互相抓稳，别被吸下去了。身体好沉啊，坚持住。出口，那就是出口。可我们现在根本上不去啊。白兔，你们行。快跟上。抓稳。引力好像被抵消了一部分，很快就能出去。抓紧，别松手。越来越重了，我的手快断了。你要是松手，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出口怎么突然卡住了？明明已经奏效了，难道是因为老王？网游之天下无双，每周日更新。高阳与狼的厮杀游戏正式开启，异兽迷城每周三、周六更新。